走走走，带娃背上背上，快！别哄别哄，不拉着你娃了吗？你娃不用去了吗？背上背上。跑地下了是吧？没事，那你爸是吧？没事没事，赶紧背上走的啊，快点赶紧的。现在过不了那么多了，知道吧？没事的啦，咱现在能逃出个就不错了哈。哎，好铁大大哟！再看看成啥了，再看看成啥了。出不得事了，看看还有没有人，看有了呢，有人吗？有了有了，赶紧赶紧的跑动，然后手机也是吧，看看看。
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水什么时候能走开呀？这个先等着呢，估计得两三小时呢。十二点之前可以吗？对，来。那不自然一圈吗？晚上。那怎么样？能找到吗？天天的那个。这个地方是一站，这个莲石路莲花桥的西北侧。哦，真的，那一朵下来了，我的下来了，赶紧远一点。哇，你咋回事？中间，这正点的桥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幸好你们都赔了去，就赔去。嗯，总共就赔了。妈耶，马上垮了，这个桥啊！开车好大，电脑挨死下来的。走。哦，妈耶！哦，耶！走。啊！妈耶！好厉害哟、哦！好恐怖！哇！吓死我了！都到我楼下，妈耶！哇，这什么东西爆炸了？哦！哎呦！这是港区。港区货物啊？应该是什么货物吧？全拉下来了！我操，三起重炸了，炸了！炸了，炸了！这是不是这应该集装箱里面有装的什么东西吧？哇，刚刚破的。大饥荒了，真的。哎，这个人不知道会不会有受伤了啊？爆炸了！哦，脑袋都还是有人发现的。37的时候没动摄像头，他们好像起烟了，摄像头就动了。本来照的是这里，后来他们摄像头。这也太那什么了吧！我操！这地方不能摆摊了啊，这样交税了。这从啥时候开始交的？你不是公职人员吗？是不是？你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公职人员吧？我不让你录，现在我不让你录。你如果要是公职人员的话，我有责任，我有义务，我可以录你。你是不是执法人员？你要是执法人员，你为什么穿着便衣执法？你穿着便衣执法，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你如果不是的话，你有什么权利管我摆摊儿？
你说希腊桥治安的开始收费，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费？你把文件拿出来，我可以掏钱。你这要不然的话就穿着便衣，要不然的话你啥文件没有，你就不让大伙摆摊了。是锦州的所有城管都这样执法吗？还是就你们几个呀？我是存的钱，我现在要用，你们得现在给我处理了，懂了吧？没有办法，因为现在遇到特殊情况了。我们一早就马上紧急。我现在就要用啊，这个钱，我问你是，我钱我现在就要用，我咋给你解释？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，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我能做到的就是。那你把钱给我退出来嘛，我不存。问题是你存了呀，那是你自己主动的操作的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你们的问题的嘛，我不管现在哈。我的意思是我现在要用这个钱。怎么办？我没得其他办法的。那或者是中国银行上，中国银行上看他贷款额度有没有，我可以帮你看一下，也可以。意思是你还喊我贷个款？那怎么办嘛？你马上柜台，你给我贷款，老子你把钱给我贷出来的。手机打开，我可以给你看。好吧。我不得给利息哈，先说哈，我凭啥子给利息嘛，对吧？你这么说就没得意思。是噻，我凭啥子给利息啊？我存的钱你不给我到账，你我去贷款，你还喊我给利息，凭啥子嘛？说了半天简直是对牛弹琴，兄弟们，解决不到任何事情，要么都是贷款，要么都是等两天。我真的是遇到奇葩大爹跟奇葩开门了。今天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嘛？这其中难道是有啥子原因吗？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。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